倩女魂不忧。歌剧你会吗？这么简单。你让我眼睁睁看着我的公子跟别的女人卿卿我我的，我还在这人世间漂流什么意思？你不如叫牛头马面把我带走算了。如果你不顾一切想得到对方，完全不管对方的感受，你说你的爱跟恨到底有什么两样？你讨厌聂小倩，因为我讨厌你放了正事不做，只顾张罗他的鸡毛蒜皮。我警告你，要是你坏了我和老燕在金屋回头之日成仙的约定，我不会放过你。这种生死两茫茫的遗憾，我再明白不过了。2月21日起，周日晚间10点，聂小倩在中视。